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占领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奇博克城。在今年较早的时候，该个组织在这座城镇绑架了200多名的中学女生。奇博克城的长老团主席彼得拉斯是对美国之音表示，激进分子星期四傍晚是袭击了博尔洛州的这个城镇。